好，你看很早上课，后面还有一个护目哈。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是跟 Google 的服务有关系，因为现在 Google 的服务已经越来越方便了。好，那它其实呢，学校它提供的学校网域代管的这个部分呢，除了信箱以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云端服务，对不对？通通都是什么空间无限，而且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创新应用。那老师其实也可以用在什么教学上。那我们刚刚有讲过，主要内容是在这边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。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们会跟老师介绍一下为什么后面会多一个绿幕，是因为这样子。啊，你想说我可以坐高一点吗？这样不是及时的吗？这个我们现在在推这个虚拟摄影棚啊，真的啦，很定位啦。这波后置哎，好吗？啊，真的需要这么怀疑的眼睛看着我吗？一定要用威力导演、惠生慧眼剪接完才可以做这样吗？我们不能及时的吗？可以呢，因为像这个部分也可以录影，啊，也可以录影哦。所以其实像这种应用现在是还蛮多的哦，还蛮多的哦。那我们除了像我会推一个课程，就是所谓的校园小主播啊，哎，小朋友他们在做简报也好，在做这个，哎，学校的活动也好，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报道，那也很有趣，哦，也很有趣哈。那所以这个是有机会啊，再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。那我们先来看这边哦，这样您了解了之后呢，这边下面的就是跟我们这个虚拟摄影棚比较有关的。好，那最下面这里我们还有放一些，就是可能老师您教学上也好，或上课，好，还是您生活上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免费的影像啊、影片这些素材的资源，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找，好，也可以从这边去找。